那当天我会有这现场表演，让大家来感受到这个龙膜龙的草草。好啊，各位像你看到这样，双手抱着它，啊，把龙膜从最下面的由下往上抱起来。好。好，那我在表演的过程里面会让所有的民众当天一个摊位啊，我们会让大家这些粘土都是全部是免费的。啊，在玩的过程里面，像我这样把土慢慢抱起来去感受，爸爸啊妈妈牵大手牵小手之后把它压下来，去感受玩陶乐趣之后，接下来它短短的时间里面，我会教它什么从锅碗瓢盆会做碗，会做杯啊，会做回甘，好，咱到欠盘啊，咱就做盘啊哈，啊，咱到欠碗，咱就做碗哈，啊，做一个形体出来，啊，做出来之后，小朋友会很期待这个作品做完之后，也可以把剑士连。进去，啊，结束之后，我们把它做出一个剑爱心的一个意象，哦，平安哈，啊，接下来就把剑士把它粘在里面，好，啊，我们的作品就会有一个独特在地的图腾，好，可以，那这个就是这样放进来，好，所以每个人当天活动就会看到老师这个形象，啊，李峰泽，那谢谢。所以今天这样一个 DIY 体验呢，在当天呢，我们会让所有的来到那边现场的伙伴，可以亲手去感受阿爸安迪在地的功能，借由这次的活动把它推广出去，未来是蓬勃发展的。他包完，他那个短灯，因为那个大厂哦，那个比较高级别大厂哦，是现在市面上看到那个真的那很那个早期我们。然后老一辈在做的那个短灯啊，那时候我们是烘焙刀，不是花生大厂哦，比较特殊一点的，哦，啊，这是我们最主要的，我们烘焙班的主要产物，哦，啊，所以当天的时候，21号当天哦，可以到我们那个摊位来品尝一下。